它是那种菜，很好吃，有种红烧排骨的味道。我觉得我这两天都被爸爸妈妈养肥了。猪彩虹，你吃甜甜圈吃了两一个胡子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难怪他刚刚笑我，还笑。哎，弟弟们有对象吗？人家还在读书。不是，我想了解一下弟弟们喜欢哪种类型的女生。然后呢？没有然后，就是了解一下。你们的理想型有在这里面吗？你们来说一下你们的那个理想型，来，三、二、一。双赢哎，两位男生选你哎，你的理想型来，一二三，十。哎，好难选哦。来来来来，三、二、四。哎，谢谢大家，好，其他人可以收工了。让你弟弟给一次机会指一下鸭米好不好？三、二、一！哎呀，我想玩三张床了，我也是。